此，众生的恩德跟佛的恩德是一样的。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Sugi Adanam Pari Haranam
各位慈悲的菩萨，生命电视台也成立了一个台湾救狗协会，目的是要救那些即将被杀、被遗弃的、即将被安乐死的这些可怜的乃至生病的流浪狗。目前在北中南几个护生园区里面，总共已经超过3000多条，每一个月的开销超过130万台币。要非常感恩很多菩萨不断的关心，但是各位，这是永恒无尽的慈悲的工作，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护持、不断的关心，让这些狗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家、幸福的生活，将来安享天年、得胜净土。感恩各位一定要护持台湾救狗协会，救这些流浪狗。阿弥陀佛。让不舍悲怜化为积极救护，邀请您加入台湾救狗协会，给流浪狗一个安心的家园，护持流浪狗饮食医疗。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今日到场同业大众，闻佛世尊说上诸苦，宜加舍心，莫生放逸。相遇若复不勤方便行菩萨道，则于一一地狱皆有罪分。今日同为现受阿鼻地狱等苦，一切众生当受阿鼻地狱等苦，一切众生广集十方一切地狱，现受当受无穷无尽一切众生，等一痛切五体投地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七佛，南无十方十佛，南无35佛，南无53佛，南无70佛，南无庄严劫千佛，南无贤劫千佛，南无新秀劫千佛，南无十方菩萨摩诃萨，南无十二菩萨，南无地藏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皈依十方尽虚空界无量形象，优田王金像、旃檀像、阿育王铜像、无中石像、狮子国玉像、诸国土中金像、银像、琉璃像、珊瑚像、琥珀像、砗磲像、玛瑙像、珍珠像、摩尼宝像、紫摩上色阎浮檀金像。又复归命十方如来一切法塔、一切池塔、一切牙塔、一切爪塔、一切顶上古塔、一切身中诸舍利塔、袈裟塔、
持钵塔、藻平塔、席藏塔、如是等为佛事者，又复归命诸佛身处塔、得道塔、转法轮塔、波涅盘塔、多宝佛塔、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天上塔、人间塔、龙王宫中一切宝塔，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仰愿同以慈悲力安慰众生力、无量自在力、无量大神通力，摄受今日道场，同为阿鼻大地狱受苦一切众生忏悔，乃至十方不可说一切地狱众生忏悔，及父母师长一切眷属今日忏悔，以大悲水洗除今日现受阿鼻地狱等及于地狱等苦一切众生罪垢，令得清净，洗除今日道场同忏悔者及其父母师长一切眷属罪垢，令得清净，又洗除六道一切众生罪垢，令至道场毕竟清净，从今日去至于道场，皆得断除阿鼻地狱苦及十方尽虚空界不可说不可说诸地狱苦，毕竟不复入于三途，毕竟不复堕于地狱，毕竟不复为十二业造五逆罪受诸苦恼，一切重罪愿尽消灭，舍地狱身得净土身，舍地狱命得智慧命，舍地狱身得金刚身，舍地狱苦得涅槃乐，免地狱苦发菩提心，四等六度常得现前，四遍六通如意自在，具足智慧行菩萨道，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入金刚心成等正觉，还度十方一切众生，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诸于地狱杂受苦报，不可复计，如是名号处度无量，相与披览具见其事。经云：阎罗王一念之恶便总遇事，自身受苦亦不可论。阎罗大王昔为毗沙国王，与为智使王共战，兵力不如，因力誓愿，愿我后生为地狱主，至此罪人。十八大臣及百万众皆悉同愿。毗沙王者，今阎罗王室，十八大臣今十八狱主室，百万之众今牛头阿旁等室，而此官属悉立北方毗沙门天王。常阿含经云：阎罗大王所住之处，在阎浮提南金刚山内，王宫纵广六千由旬，地狱金云住地狱间，宫城纵广三万里，铜铁所成，昼夜三时有大祸童满中羊童自然在前，有大狱卒过往热铁床上，铁钩破口羊童贯之，从烟彻下无不焦烂，比诸大臣亦复如是。十八狱主一曰迦阎点尼离狱，二号屈尊点刀山狱，三名废寿点废沙狱，四名废曲点废史狱，五名迦士点黑耳狱，六名盖梭点火车狱，七名汤卫点货汤狱，八名铁迦然点铁床狱，九名二身点开山狱，十名呻吟点寒冰狱，十一皮迦点剥皮狱，十二摇头点畜生狱，十三提婆
点刀兵玉，十四一大点铁磨玉，十五月头点灰和玉，十六川谷点铁彻玉，十七民生点驱虫玉，十八官身点羊铜玉，如是各有无量地狱，以为眷属。欲有一主牛头阿旁，其性凶虐，无一慈忍，见诸众生受此恶报，唯忧不苦，唯恐不毒。或闻狱卒众生受苦，甚可悲念，而汝常怀酷毒，无慈悯心。狱卒答言：如此罪恶，诸受苦者不孝父母，谤佛谤法，谤诸贤圣，骂入六亲，轻慢师长，毁陷一切，二口两舌，谗取嫉妒，离他骨肉，嗔恚杀害，贪欲欺诈，邪命邪求，即以邪见懈怠谤义，造诸怨结，如是等人来此受苦，每至免脱之日，恒加劝谕，此中俱苦，非可忍耐。汝今得出，勿复更造。而此罪人初无改悔，今日得出，而请复还，辗转轮回，不知痛苦，令我经历彼此众生，从劫至劫与其相对。以是事故，我于罪人无骗慈心，故加处毒，望其之苦之残之耻，不复更还。而观此众生乃甘至苦，终不肯避，绝不修善，枉去泥环，既是无知之物，不知避苦求乐，所以痛惧被于人间，何容于此而生慈忍。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今以世间牢狱比较，便可立之，信非虚唱。若使有人三轮欲护，虽是亲族周旋，亦无侧创，况牛头阿旁，见此众生得出复入，因苦是长，既得免离，唯因修心，便其所习，若不改悔，永成苦处，多在其中，次第经历，从苦入苦，无有休息，故三世怨对，因果相生，善恶二环未曾暂错，报应之真皎然可见。为恶得苦，还以报之，在地狱中穷年极劫，俱受俱苦，地狱罪弊不堕畜生，畜生罪弊复生恶鬼，如是经历，有无量生死，无量苦痛，岂可不人人及时行菩萨道？相与今日等一痛切，五体投地，普为十方地狱道，欲王大臣牛头阿旁各级眷属，恶鬼道恶鬼神等各级眷属，畜生道畜生神等各级眷属，广集十方无穷无尽一切众生，求哀忏悔，改往修来，不复为恶，已作之罪愿起除灭，未作之罪不敢复造，唯愿十方一切诸佛以不思议自在神力，同加救护，哀悯摄受，令诸众生应时解脱，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华日佛，南无君利佛，南无华光佛，南无仁爱佛，南无大威德佛，南无梵王佛，南无无量明佛，南无龙德佛，南无坚不佛，南无不虚见佛，南无精进德佛，南无善守佛，南无欢喜佛，南无不退佛，南无狮子像佛，南无圣知佛，南无法事佛，南无喜王佛，南无妙喻佛，南无爱作佛，南无得必佛，
南无相向佛，南无观世佛，南无云音佛，南无善思佛，南无狮子幡菩萨，南无狮子座菩萨，南无地藏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有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自在神力救拔地狱道、欲王大臣及诸地狱眷属十八格子地狱。如是十八格子地狱各有眷属等狱，尽地狱道一切地狱牛头阿旁及受苦一切众生，令此众生今日俱得解脱，罪因苦果同得消灭。从今日去，毕竟永断地狱道业，毕竟不复堕于三途。舍地狱身得净土身，舍地狱命得智慧命，舍地狱身得金刚身，舍地狱苦得涅槃乐，念地狱苦发菩提心，四等六度常得现前，四遍六通如意自在，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入金刚心，成等正觉。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四。因缘果报，于理昭然，铁尘纵广遍三千，苦趣被相连，起手金仙出离众鳌间。南无宴会地菩萨摩诃萨，南无宴会地菩萨摩诃萨，南无宴会地菩萨摩诃萨。初忏：天上天下唯佛独尊，世出世间此法最胜，甘露普沾于沙界，菩提香散于人间。顶书白玉之豪光，体露黄金之妙相，凡情肯倒，一念现前，唯愿弘慈哀怜摄受，上来奉为求忏众等，修从慈悲道场忏法，今当第四卷，礼诵将完。功勋告毕，悲心重运，刻念前尘，香藤沉水之祥烟，竹土幽潭之花蕊，现天厨之妙供，列禅月之苏陀，钟磬接天院之齐鸣，梵音和妙音之演唱，集思善力，普益有情，回向觉天金像，满月能人，满半满之真权，学无学之慎重，天地名扬水泽，人间列妙殊机，见此魁祸之心，普降恩光之臂，出生功德，奉为求忏众等，忏除四种之牵由，得入四空之镇定，福愿四生根本因由，如汤卧雪，四诸烦恼垢障，四日荣霜，迥除四流，离爱河之古墨，速成四德，驱乐土之旋游，四安乐行已现前，四弘誓愿而坚固，多生父母同登解脱之门，累世冤亲共证菩提之果。今则依闻忏悔，诚恐宿业难除，在劳尊重同求忏悔。梁皇忏四卷功德力，愿灭信人四重罪，清正菩萨宴会地，忏闻举处罪花杯，解了冤忏了罪，消灾增福慧，龙华三会愿相逢，弥勒佛前亲受记。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梁皇忏四卷已全周，回向四恩并三友，拜忏众等增福寿，愿将法水洗千由，宴会地菩萨唯愿哀纳受。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五。
奇缘果滋味甚堪尝，青瓜红柿阿里养，荔枝龙眼堪供养，安摩罗果是无双，婆罗门仙人亲现莲台上。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入忏，公闻尽无眼之慈尊，赫赫现光明之妙相，开五乘之教海，朗朗宣般若之玄音。五十五位之圣贤，念念菩提果满，五根五力之大士，诚诚解脱因缘，皈依则增长福田，理念则消融罪垢，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愿似慈光，正明修奉。上来奉为求忏众等，修从慈悲道场忏法，此当第五卷，入坛缘起。谨备灯烛果明，真奇妙供，普奉诸佛圣贤，称礼洪明宝号，齐嗓皈依，发露头尘，切念求忏众等，远从囊劫，直至今生，迷五蕴之去来，随五浊之流转，五蕴盈缠，五尘交蔽，五逆未除，起人我爱憎之念，无法未悟，增自他烦恼之情。因缘既已无差，业果实难逃避。今则法众虔诚之志，各开解脱之门，皈依于圣教之中，洗迁于菩提海内。情意如斯，佛必哀怜，仰叩弘慈，明勋加倍。佛身清净似琉璃，佛面犹如满月辉。佛在世间能救苦，佛心无处不慈悲。祈愿慈悲道场忏法，一心归命三世诸佛。南无过去毗婆尸佛，南无湿气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含摩尼佛，南无迦舍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当来弥勒尊佛。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五，解缘释劫第九。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切众生皆有怨对，何以知之？若无怨对，则无恶道。今恶道不修，三途常备，是之怨对，无有穷已。今言一切众生悉皆有心，有心者皆得作佛。而诸众生心想颠倒，贪着世间，不知出要，建立苦本，长养怨根，所以轮回三有，往来六道，舍身受身，无暂停息，何以故耳？一切众生无始以来，暗示相传，无名所缚，爱水所溺，起三毒根，起四颠倒，从三毒根起十烦恼，依于身见起于五见，依于五见起六十二见，依身口意起十二行，身杀盗淫，口妄言绮语，两舌恶骂，意贪嗔痴，自行十恶，叫他行十恶，赞叹十二法，赞叹行十二法者，如是依身口意起四十种恶，复依六情贪着六尘，乃至广开八万四千尘牢门，一念之间起六十二见，一念之请行四十种恶，一念之间开八万四千尘牢门。况复一日所起重罪，况复一月所起重罪，况复一年所起重罪，况复终身历劫所起重罪，如是罪恶无量无边，怨对相寻，无有穷已。而诸众生与愚痴俱，无明复慧，烦恼复心，不自觉知，心想颠倒，不信经说，不依佛语，不知解怨，不忘解脱，自投恶道，如何复活？
历劫长夜受无量苦，假使业报有终，得还人道，汝十二人终不改革，是以众圣起大慈悲，正为如是愿对众生，我等相与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菩萨摩诃萨救苦为资粮，解怨为药行，不舍众生，忍苦为本。我等今日亦复如是，起勇猛心，起慈悲心，等如来心，成诸佛力，数道场般及甘露谷，秉智慧功，执坚固见，普为四生六道三世众愿，父母师长六亲眷属，解怨释结，以结之愿一切舍施，未结之愿毕竟不结。仰愿诸佛诸大菩萨，以慈悲力，以本愿力，以神通力，同加护护，折福摄受，令三世无量众愿，从今日去乃至菩提，解怨释结，不复愁对，一切众苦毕竟断除，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奉为四生六道三世众愿，父母师长一切眷属，皈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善意佛，南无离垢佛，南无月相佛，南无大明佛，南无诸暨佛，南无威猛佛，南无狮子部佛，南无德树佛，南无欢世佛，南无慧聚佛，南无安住佛，南无有意佛，南无央伽陀佛，南无无量意佛，南无妙色佛，南无多智佛，南无光明佛，南无坚戒佛，南无吉祥佛，南无宝相佛，南无莲花佛，南无那罗延佛，南无安乐佛，南无智积佛，南无德净佛，南无坚勇精进菩萨，南无金刚慧菩萨，南无无边身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如是三世一切众愿，今日在六道中已受愿对者，愿以佛力、法力、贤圣力，令此众生悉得解脱。若于六道中因受对者、未受对者，愿以佛力、法力、贤圣力，令此众生毕竟不复入于恶趣，毕竟不复恶心相向，毕竟不复处毒相加，一切舍施，无怨亲想，一切罪疚各得消除，一切怨对皆得解脱，同心和合犹如水乳，一切欢喜犹如出地，寿命无穷，身心永乐，天公净土随意往生，念依依来，想时时至，无复怨对斗争之身，四体不为变动所侵，五情不为尘惑所染，众善尽慧，万恶真消，发起大乘修菩萨行，四等六度一切具足，舍生死报，同成正觉。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出国游玩，来到泰国骑乘大象，俨然已成为一种既定的旅游行程。但看起来温驯、令人喜爱的大象，
背后却遭受许多残忍的虐待。根据 BBC 报道，国际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贸易调查委员会发表出一份研究报告，报告里指出，有许多缅甸的大象被走私客卖到泰国的观光地区，让缅甸大象面临生存危机。为了让大象变温驯，好方便卖到泰国的观光地区，缅甸的野生大象就会遭受残忍的虐待，将老年野象杀死，只留下年轻小象，并将它们关进笼子里不停鞭打，直到它们变温驯才会停止。慈善团体大象之家的凯莉·艾维斯认为，观光客需要去知道现在大象走私的情况，尤其更该去了解那些正在观光区给观光客骑乘的大象面临了什么样的处境。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